好了，双方上场的比赛正式打响。今天呢，按照对阵名义上啊，重庆当代队今天是主队，所以他们是身着这个红色的运动服。张卫禁区外拿球，哎，嗯，哎，禁区里面，结果裁判判定是二号张卫回防当中犯规在先。就接触第一下的时候呢，是在禁区外，但是进去之后呢，你看看脚后跟有没有再有其他的这个附加判带这个半带动作的话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在禁区外。对，应该是在禁区线外。嗯，这一下啊。摔是摔在禁区里面，摔在禁区里边啊！这才看完了，结果判定是禁区外的任意球。陈彬彬很好的机会到禁区里面，一溜二，好球过来，宇文君，哎，拨回来跟上再一脚。林创意的射门球打偏了，嗯，但是无论如何，上海上港这一波的反击，从后场买提江的过顶的直传开始，前场最后是三名队员投入完成。除了最后呢，就是这下吕云军往回调整，这下调整的不合适，没法形成左脚的打门。哎呦，我们看发力很猛，但或许还是像老刘刚刚所提到的19米的这个距离啊，还是太近了一些。王希阳任意球开到远端，头球往门前顶，袁秉成球顶进去了，但是远端助理裁判岳卫奇也举起来了。哎，来看一下啊，哎，不越位哦。袁秉成的位置呢，应该是处于最起码是个平行。是，楼都已经很自信地说不要划线了。对啊，判定进球有效，有效。任意球开起来，头球。穆一的这条远距离的任意球啊，主罚的质量非常高。嗯，贝莱拉确实是个好教练，他基本上在一些临场的应变上，看问题的这个准确性上，每次大多数都证明他看得非常准。哎呀，这球啊，重庆当代队这一次的进攻啊，左边路这条传中很有想法。哎，里卡多洛佩斯自己往中间走，哎呦，跑动中突然来一条冷射，禁区里边重庆当代队中后卫袁秉成下意识的一伸脚。哎，于瑞这个球连续两点没压，结果也护不住球，反倒这球给弄丢了。哎呦，差一点就被费尔南迪尼奥完成了一条龙啊，自己上抢，自己断球，自己过人，一路带到上海上港的禁区里面。那这球第一个落点，其实之前有两三次压落点，于瑞都没处理，嗯，所以穆伊在后边双手一摊都不明白。这边胡尔克对裁判的这个判罚也还有意见。好了，主裁判李海鑫、明少结束了全场比赛。这样呢，凭借着中后卫袁秉成在上场的头球破门得分，重庆当代队1-0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。